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今天是小月的生日，小月正在打扮，我给小月团了一个她特别爱吃的海鲜大餐，给小月庆祝生日。等一下，还有我闺蜜跟我们一块儿去吃。这个闺蜜呢，我们已经认识20年了，是初一的时候，我们是初中同学，那时候才12、13岁。虽然这几年在西安很少见面，但是我们关系也一直特别好。友谊特别深厚，是吧？准备好了，咱们就出发了。我闺蜜每年都能记得我的生日，年年都给我发生日祝福，我觉得特别感动。好吃是吧？果果啊，吃饭了。我们点的菜上齐了，点了一个海鲜蒸锅，这是几种海鲜拼在一块儿的，干炸石头鱼、舌头鱼，罗马生菜，蟹钳，还有蜇皮、菜心、蒜蓉、生蚝、包子、海鲜蒸。今天我过生日，饭店还送了一碗面，长寿面。这个海鲜粥还不错，里边料挺足的。这个干炸舌头鱼特别的酥脆，特别香，我感觉挺好吃的。火锅海鲜粥喝的还挺香，大伟是把我的长寿面抢过去吃了。吃完海鲜还是想吃点面。咱们胃口不行呀，赶紧吃，这还有好多呢。我们现在切蛋糕了，小月自己切吧。咱们还没唱生日歌呢。对，还没唱生日歌呢。祝你。我帮咱们买一块披萨。到许愿了。没许愿吗？重新许一个吧。吃完了，切蛋糕了，我们已经吃完半天了，小月跟她闺蜜一直在聊，聊得不亦乐乎的。